小朋友们好呀，我是你们的伙伴萌萌姐姐。小朋友们爱玩滑梯吗？我们的小汽车也非常喜欢玩滑梯。坐着旋转楼梯上到顶层，然后从管道里滑下去。哇，好高的滑梯呀，萌萌姐姐都不敢滑这么高的滑梯呢。红色，从滑梯里出来，车身就有了一个漂亮的颜色。哇，还有小汽车想滑，他们想从这个管道里滑下去。黄色，小朋友，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？留言告诉萌萌姐姐吧。又有三辆小汽车滑了下来，他们选择的是绿色、青草一样的绿色，绿油油的。那这些小汽车会选什么颜色呢？我们想了想，看了看，然后钻进了这个管道里。出来了，他们选择的是蓝色，天空的蓝色，大海的蓝色，让人看了心情开阔的蓝色。那这些小汽车喜欢什么颜色呢？是紫色。很好看的紫色，不会太暗，也不会太鲜艳。那这三辆小汽车喜欢什么颜色呢？他们选择了粉色，非常柔和的粉色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啦。如果你想看更多有趣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并订阅萌萌小剧场。咱们明天再见啦。